嗨，大家好，我是青浦面包车的阿胖 man。今天哈，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间，它是在青浦国中这个商圈的附近，一个很适合居住的一个社区哦。那假如你的预算呢，大概在1200多万哈，就是要找一间大概两房左右，然后是有大空间的两房，室内有16坪多这种宽敞型的两房含车位，待会就可以来看看这个社区哦。Go。欢迎来到青浦面包超人阿胖 man 的频道，这边分享美食美酒与房地产哦。今天要大家看这个巴黎线上这个社区啊，它其实就在青浦国中的旁边而已。那青浦国中这周遭在 A19 这一带呢，它商圈其实是很齐全的，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进来啊，这个房屋连看，假如啊你今天是刚好要成家，或是先想要先有一间两房，然后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其实这个很适合。像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房间这个客厅的空间其实完全都装潢好了，而且很难得有一个两房的空间啊。它现在前面有做一个这么好的阳台，很宽哦，这个阳台很大，然后直接面对到社区这个中庭的栋距，所以我们这个两房但是有媲美一些大坪数的一个宽敞栋距的视野，是非常棒的。那我们现在走进来，同时啊，它这一间两房其实室内有16坪多，所以它是一个大两房，所以我们看有玄关、餐厅和客厅这种空间感是可以做个很明确的分别。主卧这边啊，你看整体的系统柜啊、书桌啊等等，全部都帮你装潢好了，所以这些都不需要再花太多的钱。然后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一样有对到前面的这个中庭的采光，所以采光是很好的一个房屋，像这个客房也是，你看都是有阳光打进来，非常的好。浴室耶，你看两房小房间，但是用4件式的干湿分离，是有浴缸哦，可以做淋浴和浴缸，两房就有做这样子配备了。然后这是一个标准大小的一个厨房，好，它这个大空间的两房比较不像小平数两房变成你的厨房可能会跟你客厅在同一个空间，但这个没有哦，甚至它的后阳台跟前面客厅的休闲阳台是做分开哦，所以这边就是放洗衣机啊等等，这边就在这个区间，这个空间哦，奇怪哦，我今天好像被陈又廷附身一样哈，我们一样有一个 YouTube 在介绍房子，小陈梦想家哦，跟他一样口级的。那题外话，假如说你想看这间房间呢，赶快来跟阿胖妹联络哦。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来找阿胖妹看房子哦。